手上有一个电子烟，这个是他从来没有去找过，还有找过球啦，我的皮包啦，哦，什么好像有找过那个铜板，他从来没有找过这个，哦，等一下叫他试试看有没有办法，哦，来，这边来，过来。来来来，好，不打，不打。我先给他闻一下这个电子烟的味道。等等哦，好，等等，拿着拿着，好，等等，好，放放 ，OK， 好，等等哦，闻这个，找这个，等等哦。大家熟悉一下，因为从再给他闻一次，他从来没有弄过，怕他不晓得要找什么。你在这边等一下哈，现在把它藏在比较这个。高难度哦，他这个完全没有作弊哦。这个高难啊，就直接放在这个上面了，这真的害他不浅了。看他到底知不知道要找这个 ？Go， 去找，去找，去找，东西呢？收。这很过分了，因为他没有练习过找过这个气味哦。收，看他知不知道是要找这个。哎，收，这边，你看他有一点疑惑，在那边抓痒。这收，这边这东西呢？东西，收，去找去找去找。哎，他上来找了，你看，哎，快叫，来来收，这边，来来来这边收，来，快叫。去，东西呢？去找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去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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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找了。去，快点，收，东西呢？因为这个狗都会先闻比较低的位置的哈，它因为把它摆在这个桌球桌上面是比较难的，而且那个气味它记忆力还不是很深刻。如果他找不到，我会帮忙他一下。等一下再去换一个地方，让他有一点信心哦。我们一开始不能让狗失败、挫折，以后他就不找了。来，他叫一次成功，他就会有很大的信心。来，去上去，暗示他，去，来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耶、yeah, ！来来来来。哦，找到找到哈，那这次算找到了哈 ，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， 耶、yeah! ！啊，不要舔一舔，很脏哦，等一下我都不能吸哈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他再一次这应该就会比较厉害了。等一等，好，等等哦哈，等等，这次哈、哦，他有一个印象，说就是要找这个以后，他会更容易哦。这个，等一下，我怕他把它弄不见哦。去 ，Go， 去找，去找，去，东西呢？去找，去，去找，来，去找，收，收，去下，去找，收。觉得电子烟这种东西哈，有时候真的会掉啊，一个也不便宜啊，1000多块啊，这个时候要我们人去找，真的是很困难，尤其掉在草丛里哈，找到比登天还难，那就靠狗狗了哈。这边去找，收。而且它这个是不是长期让它去习惯的味道？它是一个新的哈，收。这边收。这边收。在哪里？这边去找。去收，去收，在哪里？
像有一点有一点机会了。说耶、yeah, ，good job， 来看，拿过来，来，拿着，拿着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这边很棒 ，yes， 来 ，good job， 来来来，他找到了哈、哦，棒，哦，这他的能力，特殊能力哦，这个难在哪里？是说一般警犬、搜救犬，他们是固定闻某一种气味，比如说专门找人的。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在找人，啊，找毒品的，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在闻毒品，他其他东西他不见得找得到。我这个狗是你叫他闻什么他就找什么，哈，不一样。